大家好，我是天秤座还是天秤座，哎，随便了。哎呦哎呦，我是一个天秤座，偶尔选择会苦恼，偶尔会感到寂寞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没错，我是天秤座，拒绝难以说出口，帮忙永远第一个。狮子处女都已经听过，只有天秤座好像还没人尝过。我只反而希望人渣的朋友单纯善良，感性不是他的错。哈，继续礼貌的天秤啊，你马上不承认啊。对待朋友很认真，对女朋友很心疼，容易被人欺骗，却总是不及时检验。爱上一件事物就会永远坚持信念。爱上一件事物，就会永远坚持信念。